个星期又是我 Joanna 和大家报天气。今个星期有两日假期，大家想好去哪里玩未啊？不如一起看看今个星期天气状况先啦。星期一多云间中有阳光，气温介乎25至30度。星期二都是多云间中有阳光，气温介乎24至19度。星期三多云间中有骤雨，气温介乎24至29度。大家出门记得带多把遮，咁又有可以防晒，又唔使惊落雨啦。星期四多云间中有阳光，气温介乎24至29度。星期五多云，气温介乎24至19度。星期六多云间中有骤雨，气温介乎24至19度。星期日多云，气温介乎25至19度。今个星期天气就到呢度啦，天晴冇下开，阵间有 Joanna 俾大家嘅小贴士。中秋节过后，相信大家屋企都有好多月饼剩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好像我一样用月饼来做早餐，又或者得闲无聊一时吃一个月饼解下闷感呢？其实你们知不知道一个月饼卡路里有多少？原来一个普通装的双黄莲蓉月饼就有840卡，也就是72克的纯糖，即等于18茶匙的砂糖和45克的脂肪，成3碗半白饭那么多。由此可见，我们应该有节制地吃月饼，最好是一日吃1/4为限。我突然间想起，我朝早吃了整个月饼做早餐，我要去做运动才得了。今个星期 Weather Girls 就到这里，下个星期见，拜拜。Good.